你来了，今天不用办案子，昨天喝多了，现在头疼吧？啊！哎呀，我是喝多了，可是我的脑子很清楚。桑尼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这两年找桑尼找的好苦？你知道吗？我知道。 桑尼的事儿，我认识前不久在杂志上看到的。我之约不告诉你，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失去理智。再说了，前一阵儿我们查茉莉的案子很忙。哎，你干嘛去？如果这个女人心里边有你，当初就不会一走了之。能不能听兄弟一句，忘了这个女人？ 你究竟是谁？你不是有心摘花，又怕名花有主吗？怎么，你这么快就忘了？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刚刚在上，在你的办公室里喝的茶，你让看不见吗？在你银行大门口无故的老百姓为了干取一点黄金，惨遭践踏，横尸街头。你简直是抢无人道！身处乱世，我问心无愧。为了搞到这点黄金，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们没有权利指责我，堂堂汉奸行长不是在日本那里吃的很开吗？弄点黄金出来不是难事儿吧？恐怕老百姓的性命在你眼中根本一文不值。够了！你走什么？ 国难当头，谁不知道匹夫有责？可现在呢？
普天之下无不战火纷飞，唯独上海还是一个尚未沦陷的孤岛。知道有多少人要来这里寻求庇护吗？他们需要吃饭，需要工作，需要生存，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秩序。你以为我这个行长是那么好当的？曲线救国是什么斗争？黄金是什么？黄金是日本人严密控制的物资，要想从他们手上搞到那点黄金不那么容易。要不是我忍辱负重，多方周旋，不要说是黄金，就是整个上海早就垮掉了。好啊，你说我是汉奸行长，那你又是什么？你既不能像杜莎莎那样出国留学，成为国家栋梁，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又不能像那些仁人志士去前方流血牺牲，保家卫国。为了一个女人，你甘愿做一个只关注民间窃案和奸情的私家侦探，拘泥于儿女私情中不能自拔，你的爱国之心何在？够了，收起你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先别忙着教训我，我不跟你谈什么爱国之心，我只跟你谈亲情。受害人不是你，你根本无法体会被害人心里的痛苦。你不知道吗？陈浩的父亲就是死在你银行门口被人活活踩死的。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我的父亲白白的做了你爱国心的牺牲品。我父亲惨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您知道我是什么感受？陈浩，对不起。萧红哭吗？你放心，就算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会让你销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体会你这种丧父之痛，
也能理解你的心情。说实话，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本来我煞费苦心搞了一些黄金，是希望老百姓通过兑换黄金能够保全自己，尽量减少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可是我没有想到，悲剧竟然发生在我的眼前。有些时候，人们都是抱着美好的动机，带着善意去做一些事情，可其结果却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令人心痛。我明白，事到如此，我父亲的惨剧不能完全怪罪在你的身上。这件事我会尽量去补偿，但并不是祈求你的原谅。你和小飞是好兄弟，既然是好兄弟，就是一家人。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了你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是你父亲对陈浩一家人的一点心意，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少爷代劳吧。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民众可以抵制新币，但是他不能抵制黄金。影子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天才啊。池田君，你为什么擅作主张在物资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向中国人发放黄金？我以为什么事让你这么紧张？来，请坐。我来向伊藤君解释，兑换黄金正是影子基于民众抵制汪精卫政府发放新币采取的一个有效措施。先是让物价飞涨，旧币贬值，造成市场恐慌，利用人们呢只要手里有黄金就可以不受损失的普遍心理大造舆论，使一些银行放出少量的黄金，并且规定只可以用新币去购买黄金。这样呢，人们就会把手中大量的旧币兑换成新币，而大日本帝国就可以用这些旧币去国统去大干一番了。这样既可以达到推行新币的目的，又可以让那些自作聪明的银行家做了替罪羔羊。中泽，嗨，你来向伊藤大佐汇报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嗨，这次事件闹得很大，很多银行门口都发生了人群踩踏和人员伤亡事件，舆论也都当此事迁怒于银行。这次黄金兑换行动不仅使我们收拢了大量的旧币，而且使新币在上海的货币市场站住了脚，如此一举多得，伊藤君还有什么疑义吗？不管你这么做有什么道理，至少要跟我商量。我们兴亚院经济局是制定对华经济策略的政策性机构，不是军队。你是军人，我才是经济专家。
我们各司其职，不应该混淆职能。再说，你我同级，我没必要听你的命令。史殿军，借你的态度，我要将此事向军部汇报。大总，这样恐怕不太好吧？不用担心，他这是去替我们邀功了。等下一批物资提前到达军部的时候，我们就等着领赏吧。大总，我的意思是，目前日本国内的政局对你很不利。听说东条英机由关东军参谋长擢升为陆军大臣之后，一直觊觎首相之位，一再向近卫首相施压。万一他哪天得势上位，伊藤大佐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收敛了。
没有，大姐。太太啊，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啊！啊，晓得了。飞哥，你怎么才回来啊？哎，飞哥，刚才有一个开绸布店的蒋老先生，他的女儿跟伙计三天前私奔了，老先生心急的不行，要重金委托我们帮他把女儿找回来。我知道了，你赶紧去查吧。哎，好。哎哎哎，行啊，过来。怎么了？这个案子先放一下。从明天起，你到茉莉的公寓门口给我守株待兔，发现可疑的人进去的话，你马上向我报告。好，我明白了。
为什么夺州？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我，桑尼，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老是躲着我？啊？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放开我！桑尼，是谁？哎，你谁啊？放开桑尼小姐！不，桑尼，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放开我！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拉他出去！桑尼，拉他出去！桑尼，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拉住！你告诉我，桑尼，把他拉出去！放桑尼，报警！桑尼，报警！还不松开！是。出去！出去！出去！是。真的是越来越有出息了，为了一个女人搞出这么大动静，还惊动了巡捕房。亏你想得出来，在剧院伏击人家，怎么样？你想当绑匪是吗？我告诉你，幸亏你栽在我手上，你要栽在别人手上，全上海滩传得沸沸扬扬的，银行行长的公子绑架大明星，怎么？你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你多喜欢那个女人是吗？穆飞，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桑尼已经不是原先那个纯情的小女生了。她忽然失踪两年，又忽然间回来，摇身一变成了大明星。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明白吗？桑尼这个人，你清楚怎么回事吗？你想过没有？如果就像你所说的，你们两个人互相深爱，为什么两年前她忽然不告而别，反复人间蒸发？如果她真的爱你，她狠掉了这个心吗？你倒是说话呀！啊？你倒说话呀！他有他的理由的，你不会明白。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对一个深爱的人说？也许他有他的理由。没有也许了，这样的女人多可怕，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她不值得你去爱。行了，你别说，我不想听。我早就跟你说过，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该忘记的就忘记它。这个世界就两种，男人跟女人。我相信桑尼有一万个好，但是我绝对也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有第二个女人比桑尼更好。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行了，你别说了。我还要说，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原先那个朝气蓬勃的吴飞去哪儿了？啊，整天暮气沉沉，颓废不起，不是用酒精麻醉自己，就是用工作麻痹自己。我也很难过，我刚失去父亲，我也很痛苦，我也很悲哀。可是我告诉自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过好每一天。你是我兄弟，我看到你这样我很难受。过去就过去了，不要耿耿于怀了。啊，好，我们退一步，时光倒流，那又怎样？你得到答案了。醒醒吧，你们不再是当年的小男生小女生了。
喂。喂，是我。波维啊。起床了吗？刚起来。今天早上的报纸我看了。你没事吧？啊，我没什么事儿，不过是一个姓名骚扰。那些记者呀，就喜欢无事生非。这样吧，我派两个人保护你，你觉得怎么样？我看不用麻烦了吧，姓名骚扰那是很平常的事情。正因为是平常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更需要小心。啊，不用，不用为我操心了吧？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这样吧，就算是为我，为了不让我为你担心。嗯，好，谢谢你，博伟。求你饶了我吧！我现在给你烧很多纸钱了，有你就别闹了。我也是没办法呀，茉莉。哎呦，茉莉哟！你干嘛烧纸钱呀？愿意烧纸钱，你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烧纸钱？啊，进屋去，滚进去。继续盯着，我马上就到啊。是谁？反正不是凶手。但凡能够来到这个屋子的人，除了凶手就是朋友，再者就是对死者另有企图的人。我相信你不会是后者吧？我是茉莉生前的密友，今天是她的三期继承。我来这里是为了缅怀故人的。是吗？你为什么你扮男装？你问的也太多了吧，吴大侦探。你认识我？说茉莉死于情杀，说凶手就是舞厅的金老板，不就是你吴大侦探断的吗？看来你对这个案子有别的看法。不敢。我只知道茉莉绝对不可能是金老板的情妇。你就这么肯定吗？
当然，因为她不可能爱上任何一个男人，更不可能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为什么？我们说好会一起过下半辈子的。她和你怎么不行？就因为她是个舞女你就瞧不起她？你知不知道她是真心喜欢你的？你男人这么有一个好东西。哥，我是真的喜欢你，少喝点酒吧。你最后一次见到茉莉是在什么时候？你这是在审问我吗？你不是说和茉莉是密友？那你好好想想，揭开这个谜底对你的好朋友是有好处的。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遇害的前三天。你还记得那天他有跟你说些什么吗？具体的也记不清楚了，都是一些很私人的话题。不过他那天告诉我，他很快就可以不用抛头露面做舞女了，而且很快就可以和我远走高飞。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他痛恨做一个舞女。哥，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过几天我就不用抛头露面做舞女了，到时候我们就一起远走高飞。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什么可以不做舞女了吗？他没说。你再仔细想想吧。对不起，我能说的真的只有这么多了，我该走了。等等，今天十分感谢你，我想你需要时间吧。等你想到了什么，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好吧。飞哥。我的大人，我刚才正在和一个求情的人一起说话，他正因为失欢于你而垂头丧气呢。那个人是谁？他是你的侍卫长卡西欧。我的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可以感动你，让你改变主意的话，就请你让他官复原职吧，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对你忠心不二的人。他的过失来自于他的无知，而不是故意。所以，我的大人，我请求你，让他官复原职吧。可是现在还不行。我亲爱的戴斯特蒙娜，过些日子再说吧。
好消息啊！今天晚上方局长摆庆功宴，请大家吃饭。大家抓紧时间收拾一下，马上出发。好。刘经理，晚上的庆功宴我不能参加了，我还有点急事儿。那怎么行啊？人家摆庆功宴呢，就是冲着你来的，你是主角啊！你不出场，你给人家多扫兴嘛。哎呀，我求求您了，我真的是有事儿，您就大人有大量，多多包涵。要不，我改天请您吃饭好不好？那不行不行，那可不行。谢谢刘经理。黑夜入迷，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你的雨飘忽不定如迷，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你的发生一天叹息，不知不觉纠缠着雨里，你的眉宇说还羞如你，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拥着你，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拥着你，哪怕全世界有一天失去，心甘情愿。